中国空间站建设迎来历史性的一刻。经过六个多小时的等待，今天下午的5:54，神舟12号载人飞船和天河核心舱成功完成对接。神舟12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环捕获完毕。北京明白。这是中国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之后首次与载人飞船进行交会对接，随后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进入到天河核心舱，开始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作。今天上午的9:22，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2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船舰分离，飞船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空间站。中国空间站建设迎来历史性的一刻。中国空间站建设迎来历史性的一刻。等待。经过六个多小时的等待。载人飞船。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和天河核心舱。核心舱。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和天河核心舱。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和天河核心舱。对接。成功完成对接。报告。神舟十二号报告。仪表。仪表显示对接环捕获完毕。完毕。仪表显示对接环捕获完毕。明白。北京明白。发射。这是中国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之后首次。首次。这是中国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之后首次。这是中国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之后首次。航天员。随后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进入到天河核心舱。进入到天河核心舱。驻留。
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在轨驻留。机械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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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作。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作。出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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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作。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作。搭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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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运载火箭，运载火箭，运载火箭，运载火箭。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卫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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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分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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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船舰分离。随后船舰分离。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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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船进入到预定轨道。飞船进入到预定轨道。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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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建设迎来历史性的一刻。经过六个多小时的等待，今天下午的5:54，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和天河核心舱成功完成对接。神舟十二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环捕获完毕。北京明白。这是中国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之后，首次与载人飞船进行交会对接。随后，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进入到天河核心舱，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作。今天上午的9:22，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船舰分离，飞船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之后，首次与载人飞船进行交会对接。随后，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进入到天河核心舱。